想见到你，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。只想见到你。
醒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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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见到你。醒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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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见到你。醒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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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见到你。醒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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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，我只想，只想见到你。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充满这里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就在这里。是啊，主啊，求你将我们一切的重担，一切的忧虑都挪开，因为我们只想见到你，我们只想见到你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运行，主，我们要见到你，我们要见到你。
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俯伏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充满你言语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。求你，在你
配得我哋赞美，系主，我知道你喺度，无论我哋喺咩环境底下，你都喺度，因为你看顾我哋，你明白我哋，你知道我哋，系当喺风浪嘅底下，你仍然看顾我哋。主，我将我哋将我哋嘅生命里面所遇到嘅问题完全交俾你。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有你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有极大的耐性去等候你，等候你的时间。虽然呢世界好像没什么怎样转变，或者变得越来越差，但主啊，你在这里工作，你必定在这里工作。我们深信你，你是我们完全的依靠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感谢你，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洁
真心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但无论全心敬拜神祈求，再不远前方。好，主，我们一间邀请我们的弟兄一起唱，为
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身体就在不远前方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身体就在不远前方，当我全心敬拜，身体就在不远前方。我感受到主去今日咧，要鼓励每一个咧带住渴慕佢嘅心嘅人咧，嚟到佢嘅面前去寻求佢。喺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咁样讲话：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来就近水来。冇銀錢嘅也可以來，你們都來買了吃，不用銀錢，不用價值，也來買酒和奶。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，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？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樂。你們當就近我來，側耳而聽，就必得活。我必與你們立約，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，為萬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認識的國民，你也必召來；素不認識你的國民，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華你的神以色列的聖者，因為他已經榮耀你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主提醒我们什么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？什么人能够因为神的话语心中喜乐，得着饱足呢？就是那些渴慕的人。是啊，主祂都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努力，或者用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，用我们的劳碌尝试去得着那些永远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。主祂今天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祂的子民，唯有祂的声音，唯有祂的话语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，也都唯有耶稣祂自己能够给我们盼望。祂就是应许大卫那个的恩典，他就是万民的见证，耶稣就是万民的君王，就是万民的司令，带领我们去征战那一位。只要我们愿意归向他，神一定会跟我们讲说话。而且主都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趁着可以寻求他的时候寻找他，可以亲近他的时候求告他，要离弃自己的恶人，要离弃自己的道路，除掉不属于神的意念，归向他，他就会怜恤我们，他就会拯救我们。所以今日每一个在站立在这里的弟兄姊妹，圣灵呼唤着我们，是不要花时间去找一些永远都满足不到我们的东西，不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地上会过去的东西。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寻求神，去读祂的话语，让祂的声音来到去引导我们。因为唯有这样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在震动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平静安稳，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，才能够得着永远的满足。而且主祂要我们真的悔改，回去祂的面前，是的，真的不要容许一些神不喜悦的意念在我们的当中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祂说祂必赦免，祂必拯救，祂必让我们明白祂的心意。是的，主啊，圣灵求你就来呼唤我们，你认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很干渴，有时候我们找错了东西，我们用很多其他的东西尝试去满足我们，但是这个世界只会令我们更加干渴。但是主，我们今天要来就近活水的泉源，就是神你自己的话语，就是圣灵你自己的同在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满足的喜乐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真正的饱足。多谢你主。就是我们一切不明白的事，不明白的事的答案。主，我们信靠你，因为你应许
个新天新地，你会同你的子民一起，在一个很平安、很快乐、没有疾病、没有痛的地方一起度过。生命水滴痕。
神的话是可信，神的话是真实，神的话必然要成就。他说看啊，神的帐幕会在人间，一切公义，公义的主要临到。他说一天无论大小都要来到去赞美他。他说我要作你的神，你要作我的子民。有一天，他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一切的悲伤。他要作我们的神，我们要作他的子民。今天在这个地上，无论你有多少的挣扎，可能你有很多时很想让神成为神，自己又要作主，但是有一天，这个盼望和应许就是他要完完全全作我们的神，我们作他的子民。再没有罪分离，再没有阻隔，再没有死亡，再没有哭号，只有我们盼望期待的那日，与你一生所等候的主来到相见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主你说现在所受的一切苦，比起将来要得的荣耀都不足为介意。主，让我们继续定睛去仰望你。你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情，是思念天上的事。你说我们现在刻已经藏在父神的里面，主会让我们活出这个真实的生命，藏在父神你的里面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就在这里听我们的敬拜，你愿意在你的子民的赞美的当中。多谢你主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